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春，非常感谢你们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啦。我们继续来玩《我们又继续来《侏罗纪世界：创世奇遇》第二季游戏影片啦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我们的工人整个都在下，已经下雪。你们看，雪地满的雪地，什么树木啊，什么全都没有。那么好的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就在影片看开始之前先帮这部影片点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也可以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接收到阿春更多影片更新的动态咯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啦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我这整个人区啊全都下雪了，它之前所种植的树木也都没了，就单纯的那种雪原，很像那种阿拉斯加，但是也不像西伯利亚。我原本以为雪人应该会保留一些树木才对，像西伯利亚那样。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些马金龙都露出来，然后我们的鬼角龙人区呢也没有树木了，然后拍照就不拍得很方便哦。然后神圣人龙通道雪地人变成雪地版本了，没有没有树木的覆盖，看得一清二楚，游客不会被阻挡视线啊。看这雪地真的就蛮清楚的哦。我们今天来介绍的物种是牛龙。其实这里牛龙呢，原本有两只了，然后因为有一只狂暴会攻击其他同伴，所以说就变成一只了，被我杀了变成一只了。你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皮肤整个就蓝的那种青绿色的、哦，然后身上还有带点蓝色但转到黑色的那种斑纹，这外观还原的是蛮好的啦。连那个两只头上那两根角都做了出来，就是那牙齿就外露一些啊。在侏罗纪世界手游里头呢也有这种颜色，但是好像侏罗纪世界手游里头是红色配紫色啦。先理一下镜片，把它给先生回血一下。好，现在回到我们原本节目现场啦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刚才被麻醉的牛龙虽然苏醒回来，那时候因为它在狂暴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哇，这手真的很短耶，连这小短手也都还原出来了，只是好像这个还原有点搞得好像鸡翅一样。我记得牛龙的手上面还是有爪子的啊，这看起来好像就是用异特龙的模组来修改的，确实是用异特龙铸模修改，然后把它缩小化。他就说 Sir 公牛蜥蜴 Toros 是长起来有动蜥蜴。哇塞，它这尾巴这样好像有了个斑斓花纹这样，现在它正在慢悠悠的漫步整个人区当中哦。然后套上这个，这个其实也是玩家自制模组啦，就整个背景还有这种，是不是让你觉得是不是让你觉得有点凉快一些呢？原本那炎热的热带岛屿，被变成了北方岛屿，不知道这些恐龙能不能受得住啊？虽然游戏中显气温依然还是33.几度，不过我想这个一定给能够在这炎热的夏天都给人一种凉快的感觉。你们看，连这周遭背景冰山都做出来了，看来这个 BGM 一定要放那种叮叮当的那种 Rainbow Bell 之类的那种细节的歌曲啊，就连我们人们的工人大门全都焕然一新了。虽然当初人们蓝色的地方还是有保留的，是整个颜色就已经变了。说的这样玩那个这本游戏的任务的时候也变得非常方便玩，虽然少了树木遮挡就是了。这边你们可以看到一座热气球，然后就可以让游客们在上空观察这恐龙，更何况这肉食恐龙绝对不可能嘛，肉食恐龙绝对不可能让水晶游人车随便进去。我自己有死了，风卡现在这 DNA 要这必须要抽取，要把它来抽取呗。我们再次回到节目现场，我们就先来从这铜井来去看看。人在哪呢？牛龙你人在哪？不对，是你龙在哪？哇，这草真的蛮高，自从模组套上之后，这原本的短草也都没了。如果我把那短草给套回去的话，一下子就会变成那雪绿的草地，那么这样的雪原就没有意义了。其实
这个模组呢，你可以从 MODDB 上面找到。MODDB 提供大量无数的模组，但是我想，我希望可以制作一个模组，甚至有人帮我制作一个模组。Jurassic Park Builder 皮肤，让这里面的恐龙全都拥有当时 Jurassic Park Builder Game Boss 的那种满级外观。野人生活不容易啊！这边呢，将来会是我们双脊龙园区所居住的地方，双脊龙所居住的园区。犀角类你们可以看到，全都集中在这里了。我找机会再介绍他们。在这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犀角类的存在哦，所以说我们可能要再弄满一点呢，也说不定哦。然后这边大门附近的就是混种龙园区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影片啦。不知道你们对影片有何感想，就在底下留言写下来吧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喜欢这期的话，阿星就会出继续出更多集数哦。那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啊，各位。